可可假期累计旅游多年经验，2017年推出在业界不一样的黄石行程，黄石公园旁住两晚，让我们的华人的朋友来一趟黄石国家公园，能好好的把黄石走透，欣赏黄石特殊的美景。行程特色独家精心安排两日停留黄石公园旁，让你轻松自在的观赏老中式喷泉准时爆发的魅力，每70到80分钟喷一次，黄石大瀑布、黄石峡谷、黄石湖和火山熔岩，享受这种为您打造贵不可攀的感受。报名热线626-810-7248，626-810-7248。